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特别篇 van。咁今次继续剧情，上次讲到饰演小男嘅角色啊，扮演小男嘅角色咧，去到入侵总部救翻一啲嘅部分嘅人嘅。咁依家救咗出嚟啦，咁依家咧亦都有火箭兵团嘅干部人士咧喺度搞乱档啦。你见到有啲机械嘅李如龙喺度啦。如果用翻我自己嘅精灵，我洗书啊！上次讲到劲难打嗰啲。嗰啲嘅机械系重，咁但系嚟翻我自己嘅精灵应该就冇事噶啦。好，我记得上次咧仲要改一个性格同佢打啊嘛，真系好黐线。啊，唔系特登配个性格同佢哋打。OK， 我哋嚟啦。呢个机械阿里多斯啊，就系咬死咗小粉嗰个嘅改兽。OK， 我哋即管揾个 boss 出嚟打边个，定我直接走得噶啦？呢个咩噶？我水盒坏咗，呢啲咧，嗰啲咩精灵嚟噶？救命啊！吓死我啦！我不如话帮唔到手，但系咧，我会同呢个董事会请求支援。喺目前咧，只有萨米讲咗嚟，其他人呢、這个就系萨米嘅。OK， 我就要入去嗰个黑色嗰间房啊，唔可以原谅。我可以感受到嚟自精灵嘅痛苦，佢哋唔可以控制自己嘅。咩啊？嗰啲可怜嘅精灵做咗啲咩？真系唔可以原谅。龙之路，你走唔甩噶啦，菠萝，等等。过咗呢关先啊，靓仔，过唔到呢关，诶、哎，阿二、啊，值得我咧同佢打，我要同佢算账啊！精灵协会啊，你喺我马里之间咧插手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，咁我俾你睇，咁俾我睇下你嘅本事咧。好，继续。阿波罗指意我啦，如果佢冧低咧，我哋就玩完啦。哇，呢啲咪兵仔，哇，咁咩同我打啊？降咩呢只？降飞啊 ？OK。光飞我哋用水技啦，边有打赢我啊大佬？哇，好痛啊都真系，唔紧要啊，前面咧就系峰会咩啊？金骨岛嘅峰会，唔系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呢个山顶，可能会因为疲劳或者缺氧啊！哇，好痛啊嗰啲机械虫，其实真有啲劲喎，啲机械虫攻击超高。好，我哋逐个逐个打，呢咪机械人啊，真系呢只系毒钢啊，格斗啦、啊，诶唔系毒钢咩？啊，系我毒钢啱啊！毒钢佢本身系怕格，但系毒啊抵消翻，所以变咗正常。所以我唔应该用格斗，我用水技。哇，唔系话好痛啊！真系真系要买多啲药。我连用大力蛙咧都几痛下。哎，呢度有得捉啊！咁啊捉几只啦？你哋咁劲，冇可能唔捉噶。呢嘢都有啲似。有啲似呢一个阿古兽嗰只机械暴龙啦，好大只牛，大只牛都系劲嘢嚟噶，照捉，全部捉晒你翻去啊！捉啊，捉啊，喂有冇咁难捉啊？地接啊，你麻痹咗系，麻痹咗都咁难捉到，黐线，睇一睇先，干石岩系大胆，哇即刻废咗。超高防143，点解佢可以咁痛嘅？佢啲技发生咩事啊？你就系化飞化石飞龙就系岩石钢啦，我谂系一下死啦。TM52，做啲咩精灵啊？出嚟见咯。我、呢个难打啊，呢、這个换呢只。哇！大爆炸抵啦，玩大爆炸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！诶、這个变咗问好啊啲血，哦，中笔，唉，总之唔及入嚟啦，中笔呢度，又要重新嚟过，唔知道做咩中笔头先，唉，算啦，其实我呢度出咗呢只二，佢已经打唔到咯，欸佢呢度中我笔喎，点解只嘢搞咩啊？佢本身有问题，佢本身有啲问题喎，只虫点解佢个数值有问题嘅？好啦，捉晒所有机械翻去，呢班友仔咧，等我嚟培训你啊！等我咧，你哋不受控制系嘛？咁我又教到你受控制，你可以控制到自己。好，呢班机械虫啊，系啦，系呢只啦，咩事打唔到佢啊？系咪因为头先佢撞我嗰一下咧，令到我惊？唉，唔好虚张声势啦，大佬！大爆炸呢只，
得啦得得，捉得啦啩，搞掂唔得。其实谂翻一层咧，我冇咗火技咧，真系好难打。如果呢度有只火虫咧，其实秒住个。系啊，如果你有只火虫喺身，如果俾翻个精灵中心，我一定带只火系翻入嚟。佢成队都怕火咁滞，呢度直接捉啦，因为好难好难扣佢血啊。佢每一嚟就大爆炸，仲要咁少嗰个几率见到佢，定系我应该喺入面 save 咧？不如喺入面 save 啦，既然系咁。哦，呢度我要 save 多几格啊，费事咧一阵佢中笔咧，我有啲问题。出去拉你多次，真系有啦有啦。呢度冇办法，我用 save 捞咁捉佢啦，因为呢个太难捉嗰啲只。佢一嚟爆炸，我又冇一啲高速嘅瞓觉虫，因为佢必定爆炸喎，黐线！你除咗爆炸仲识咩？用高级球啦吓。系得啦得啦。得啦，捉晒啦，咁我哋唔捉啦，之后嗰啲好烦啊。OK， 我直接冲上去啦。有啲瞓而家其实可以嘅，都唔想打，因为真系几难打。我冇火虫嘅话，你睇呢啲又系自爆仔，咁换呢只俾你爆啦。呢度换只大泥蛙啦，继续又系阿里多斯。如果呢度俾皮皮优会点呢？应该就冇事嘅吓，我呢度换过先试下，应该就冇事嘅，可以一路用咧。只要佢唔好个界面出现咗问题就得噶啦，系啊，应该全部系啦，全部阿里多斯系啦，咁啊解决咗啦，系非常好。但系啲血都有问题，只虫可能要入精灵中心嗰部机啦，嗰个雪柜先至回复翻佢嗰个血量。如果唔系，一直都系咁样。嗯，月之石。可以嘅就唔好打啦呢啲，啊呢只就系最难打的一只，呢只难打在佢应该系降水系咯，我谂系降水系降水系怕啲咩啊？怕格斗咯系嘛？定降毒啊？试下啦，试下用格斗打。降水，降水系呢度如果用呢只系应该打得赢，试下。应该可以换重啊 ！Oh my god！ 因为佢触发咗佢嗰个，唉弱智，触发咗佢嗰个扣血啊，所以佢系咁扣系咁扣，跟住因为佢问好，所以就唉又中笔啦，真系一个有趣嘅笔啊！好可以噶，我都唔想打就系、是，哎呀呢个唔紧要啊，换呢只。我就系升个 level， 升个 level 冇事，升个 level 冇事啊！只要唔系用嗰招特攻击扣好自己血就得啦，得啊，非常好，师傅。Oh my god， 又系你，继续啊！诶，大镬，佢换呢只系咪想打我？换先，大地积真系，李如龙啊，格斗啊！咦？咩属性啊？降飞啊？系咪降飞？我唔知道、啊，即系搞唔明佢嗰啲属性系点样排。因为原本就系水飞行系啦，但系依家佢加个降系，我唔知佢加边个降系。好，非常好啊！哦，临尾出只咁嘅嘢，近身拳击啦。哎 ，very good。回血，好危险啊！回血，全满药，系咪呢条路啊？哦，嗰边有只阿里多斯喎，点解嘅？师傅入去打先。咦，唔入得噶呢度？哎，鲤鱼龙捉咗一只先，唔知咧鲤鱼龙劲唔劲咧？如果劲嘅话，我哋就换咗我哋红色嗰只。如果劲先咧。嗯，这个就是刚才中笔那套啊 ，very good， 唉，终于搞掂啦，麻痹到就掂啦，哎，竟然我快啲喎，估唔到啊，哎，又麻痹喎，几好啊，今场唔错啊，睇嚟，我又麻痹，破坏光线，李如龙啊，啊系，冇晒技，地震。Nice，
唉，地震 good 啊 ，good 啊 ，very good 啊，又重生啦，又要，又要重生啦，重生完仲要食 PP 药添啊，无力快 ，PP 全补喺边度？呢度呢两只啦，鲤鱼龙都变咗主力咁滞嘅，其实喺呢一度入面，转一转啲嘢先，我惊佢爆炸，系咯，又爆炸。跟住换只大力蛙先啦，好死，咁都唔使死，死啊！黑沙顶，近身攻击，黐线，你啄啄下啄到我得翻咁少血，我破坏光线又死，降飞，呢只啊水技死啦系嘛？哎呀一击必杀，真麻烦。哦，无忌死咯，唔系啊嘛，催眠系咁一击必杀，玩晒啦，重新先。呢只啦，系草城结打中。Oh my god， 唔记得咗佢有地震，死扣唔到血啊，死唔到啊。Oh my god， 要行翻翻嚟呢度啊！好烦喎，系点解会中咗笔噶？真系，究竟发生咩事？仲有只鲤鱼龙我未捉喎，系嘛？撞翻只鲤鱼龙先喺度。打埋呢个。如果佢快过硬俾佢吸嘅，呢个真系。嗱，呢度又俾佢吸一下，又要，哎，麻痹到我，我打翻佢转头，哎 ，good， 玫瑰叶啦，冰尘 ，nice， 换只呢只啦，继续，冇其他技用，冇技用啊，其他宠啊未回 PP， 哎 good， 地震跟住，得，呢度再 save 一下先。元气粉活力快，有三隻要回 PP， 月桂叶啦，大力蛙仲有鲤鱼龙都要，好得闲得继续，诶嚟啦，系想要嘅嘢啊呢只，咁渣嘅佢啲技好似，哎有龙母原来，咁啊唔同讲法啦，有龙母啊基本上屈死好多精灵，如果有龙母嘅话咧，鲤鱼龙性格加防都中得啦，呢只。呢只走得啦，有地震啊！呢只咧，跟住我哋用冲浪，哇好唔少嘅，换呢只，又破坏光线，好痛啊！黐线，哦，点打呢只？呢只，哦，又有地面技。直冲转，真系估你唔到，哎，未捉嘅咩我？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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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捉啊！储水喎，佢有水技，咩水？水炮啊！唉，仲要系趴瀑布嗰啲添。哇，有冇咁难捉啊你？吓，有冇咁难捉啊你，朋友？拎啲嘢出嚟，电磁波。入去啦，入去啦，抌晒啦啲精灵球，黐线。好，照旧呢度 save 先。我唔想打呢、這个，我已经唔系好想打嗰啲咧高速劲嗰啲。哎，有水母原来捉只水母，水母又系劲嘢嚟嘅，超劲个水母。佢呢个系降水啊嘛，系嘛？如果降水嘅话系同。是跟帝王棋一样的，是的，是挺厉害的，如果旧世代的水降属性，来了，特斯拉是吧？斯拉，这点可以给你的朋友写在甜甘岛，真的太成小粉，我将他推了下去，他剩下一个空壳，几天后会回来到，这个就是垃圾应有的完美结局，你个变态，你会为你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又说你多事，
冇机械嘅阿里多斯垃圾都不如，真系。就算佢呢一个机械，呢、這个地区形态都系完全唔劲啊！我电蜘蛛啊！我电蜘蛛咁我走啦要。电蜘蛛啊！电蜘蛛飞行技喎要。咁呢只都得啦应该。哎，好在阿里多斯，真嘅阿里多斯又话系啊，真嘅阿里多斯就系死啦。干虫啊，地震啦、啊，哦，大爆炸，哇，好渣佢啲虫都，啊，你真系干波啊，净系识自杀，识袭击住佢 ，no， 唉，垃圾，做得好啊，我对关刀姑姑嘅期望唔低，呢、這个就系点解我咧为你准备咗特别嘅礼物，准备咗咩礼物俾我啊？系咪精美礼品套餐一盒，精美文具一套，精美文具一套，我回血，继续。哎，阿仔佢阿爸定系你喺度？阿爸，哦，下佢一步咧，阿里多斯咧将会咬咗你阿妈条颈，向佢咧注入咗致命嘅毒液，加强咗咧毒嘅效力。依家冇解药噶啦，投降啦。OK， 我投降啦，放弃放咗佢啦。No， 电光一闪，哇，喺飞天螳螂，冇事啊，你部嘢嘛，你又俾自己惹到啲咩麻烦？说嚟话长，我一秒钟咧都离唔开你，我冇嘢，但我哋咧有更加重要嘅事要担心啊，系你。继续啊！我嚟对付佢啦！我要你留喺度咧，等当局嚟处理呢个孩子嘢啫，对你太险啦！我冇事啊，你点解要咁啊？唔好再嘈啦，大哥啦，系叫你长大，讲得啱。呢个系最后一次嚟啊，保证好啦，会安全噶啦。你，我以为我哋应该咧跳过礼节咩礼节，无端端，诶、哎，我要揾到阿波罗 ，OK， 我菠萝喺边啊？诶、哎，讲咩啊？哇，鲤鱼龙中唔中得啊？鲤鱼龙好渣咯，其实啊，又俾我麻痹咗啦，有冇得捉啊？啊，麻痹咗都仲闪到喎，诶、欸，仲有更多，用咩火箭头锤同埋呢一个喷火龙投砸地球，佢将阿波罗唔好俾佢走甩啊！别让他走了，别让他跑了，喺边度阿波罗？个波罗，你喺边阿波罗？嗯，呢条路咁似凤凰嗰条路嘅绿宝石凤凰啊！哇，分岔路喎 ，OK， 诶、欸，诶、欸，嗰边又有个人企喺度，呢度咧咁，捉神兽啊呢、這个，我觉得系，先回先，诶冇咗，呢度原本系捉神兽噶，一只利基亚，一只系凤凰啊，据我嘅记忆当中啊，因为我都未捉过呢只嘢，又系你啊！诶、欸，啊咁啱啊！大爆炸，喂，走啦呢只，再走，地震，中啦 ，very good 啊！边个叫你搞我真系啊？系咪有混乱啊？有冇解混乱？我哋食个药解咗混乱佢先。啊 ，nice， 跟住你又玩完啦，因为佢加我两下嘅咩俾我，加我两下物攻，即系四级而家。但系冇水技，真系啱啦！尖石攻击啦，尖石 ！Oh my god， 仲要唔中 ？Oh， 震死啦，慢慢死啦！哦，佢系咁落地，系咁死呢度。阳光烈焰啊，拜拜！秒住过啊，李仪龙，好太犀利啦！回个咩先？又要回 PP， 有冇新技能俾佢学？头先我系拎咗招76啊嘛，系咪呢个啊？哎，我都唔知执咗啲咩。岩石炮冻风，唉、哎，真系最衰系冇嗰个咁嘅咩黑木布。地震吸血报恩，其实呢个可以用报恩嘅。爪狂唔要啦，用报恩。应该依家嗰个嘅亲密度应该都高啊。呢度系利基亚 TM78 闪耀护符吓，据说更容易遇到闪光嘅精灵，有啲咁嘅嘢吓。头先执咗个咩70几啊？又唉，又唔记得咗78哦，重搭啊，重搭其实劲嘅，但系主线剧情即系呢一个剧情嚟推剧情嚟讲咧，重搭就喂行咗上去，我见到佢有个影啱啱到啦。呢、這个就系
顶点，诶，点解呢个勇士又喺度嘅？我因为追住佢一路，点解勇士睇嚟唔系几好喎？同嗰个孩子战斗咧，令你筋疲力尽啊！同我打完啊嘛，哼，你咁讨厌咩家伙？但系唔紧要啊，我成个下属咧，当我下属咧喺成个岛咧放晒机械种，我只系分心嘅啫。你同你嘅朋友咧冇办法阻止，一旦我从实验室释放咗一个咧特殊嘅机械种，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哋呢个世界，四大天王都唔得，四大天王。你自己睇下啦，勇士，冇可能嘅咩嚟噶？阿里多斯啊！啊，救命啦、啊！不良蛙强攻吓、啊，不良蛙、啊，快啲走开啊！佢都摧毁到个岛，带我去实验室。你使走，启暴龙，等等，阿波罗喺边啊？佢话咧要从实验室释放一只特殊嘅机械虫、啊，一定系咧精灵协会大楼啊！出嚟啦，哇卡斯、啊，将我哋传送。真系唔敢相信世界会发生啲咁嘅事，哇！太迟啦，就算阻止到阿波罗，呢个世界都停唔到啦。振作啲，如果我哋唔阻止佢呢个世界咧，呢件事就会成为骨子群岛其他地方将会发生咩嘅预兆。即系如果呢度发生啲咩，其他地方都系会发生同样嘅嘢，只不过系预兆先后次序啦。依家得呢个岛，因为我会清理干净。小蓝，你帮手啦。你入去嗰栋楼，可唔可以带佢去到实验室，我嚟收拾呢一度？交俾我啦，好啦，喷火我哋行啦。OK， 等我哋结束呢一切啦。OK 呢度啊，唔系、哦，佢话要打开边个楼啊？精灵协会个楼哦，我记得啦。吓、啊，我哋算系，我哋系你嘅盟友嚟嘅，计埋我哋啦。啊，佢哋三个管主啊，我系你对付呢三个小丑。喺边度啊？嗰栋楼，做咩你仲喺度嘅？好危险喎、啊，呢、這个地方。我唔想死啊，救救我！诶、啊？又要打呢啲啊？系、哦，可以睇埋机械虫、哦。我哋翻去睇埋机械虫。唉，好烦啊，真系。最烦就系佢速度快过我，系啦，速度快过我。然之后咧，佢又可以扣到我伤害，咁先系最烦啊嘛。多脚水母就系呢个最烦嘅精灵，真系。如果你系普通一般嚟，一般嘅正即系正传嚟讲咧，多脚水母都冇咁烦。呢啲佢特登配咗技能，哇烦到不得了！呢多句水母死咯，唔够打添，有机会。诶、欸、诶、欸，有机会打自己啊！寄生种子 ，nice， 咁你就玩完啦。再见你，诶、欸，变翻正常咯，我只虫变翻69血。哎呀，打死咗自己添，问题不大啊，应该冇事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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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会死噶啦，搞掂啦，吸死。好，我哋翻去睇下呢一个嘅机械虫嘅资讯啦。好，呢度啊嘛，由化石飞龙开始睇，降飞属性啦，一如我所料，加工减特防，个体值废到不得了，下只，哇，超高速喎、啊，低能，佢就算速度 E 都有261，但系减攻击你啊，再见啊，可以又系，下只315特攻。净系得大爆炸，唉，咁你再见啦。净系得大爆炸，李如龙咁渣嘅大佬，李如龙系啦，水降啦，系啊，水降就系阿帝王企鹅嗰个属性啦。咁如属呢一个能力值方面都唔系特别劲啦，睇个款。下个177嘅速度，94咁渣啊，都系水降啦，系啦。暂时机械嚟讲最劲应该系水降呢两者咯，我觉得其余嗰啲诶大只猴都 OK。阿里多斯抌落山啦，阿里多斯，阿里多斯你学到啲咩？你300几特攻学唔到技能，好废啊你！唔会啊嘛？你进化咗连技都学唔到啊？真系、哦、吸血都吸唔吸血佢都学唔到，因为佢虫属性嚟讲一定学到咯，干属都应该有啩。降翼呢啲冇啦，降炮应该有啩，好似冇。飞弹针都应该学到啦，又唔得。咁你咁高特工有咩用啊？佢300几特工，基本上直逼嗰啲神兽级数咯，仲要系差唔多讲紧100呢，应该唔止300几。佢呢个数应该系70几呢嘅神兽嘅能力值，或者再高啲咧，70-80度咯。但冇乜用啦，好可惜地，你笔记都学唔到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就继续剧情去到追捕呢个阿波罗，系咁先，拜拜。